欢迎收看《棋牌新教室》，我是张。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与本在春节过后又该结束最后阶段争夺，而受疫情的影响，一直到8月份，主办方终于放弃了线下进行希望，改为网络上比赛。韩国主将朴廷桓淘汰日本队之后，神勇的连胜中方三员大将，出了中国主帅柯洁。那本期节目就为大家带来双方主帅的较量，请欣赏对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世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湘如。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介绍的是农心杯的对局。那么熟悉农心杯规则的棋呢，一定知道过了春节之后呢，就应该是农心杯的最后阶段了。是的。那么今年呢，因为特殊的原因吧，日期是一改再改，先是跟我们都改到了5月份，后来说改到8月份，再说改到10月份，那么终于在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还是算了，那么在网上进行吧。于是呢，就最后一段呢，直到以前呢是新一开始的时候，现在才进行了最后一阶段。韩国棋手朴廷桓在这个韩国主教会上是表现了非常强硬啊，神勇的逼出了中国的主将柯洁，那么也就是最后进行1对1的这个角色了。对啊，他战胜了梁鼎新啊，梁鼎新战胜了这个范廷钰啊，这个谢豪啊，对，也强吧。所以说呢，在最后一当中，柯洁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他有什么好的表现呢？就来看现在这盘对吧？好的，这盘棋是六杯的规则，每盘拆先。那么最后一盘呢，是朴廷桓获得了这个黑棋。农心杯的，我们一定要介绍一下，他用的韩规则，铁六目半的。那么我看了啊，就是如果是七目半的话呢，其实胜率黑棋是在40%多一点。但是如果是六目半的话呢，就超过50%了。也就是说，黑棋是 AI 的黑棋是稍稍占一点点优势啊。对，这个规则到底贴几何，现在还挺难判断的。那么根据胜负来看呢，就贴七目的话呢，白胜率高。但是六目半的话呢，因为我们不是贴六目，所以我们也没有统计。直接点三，这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话了，已经。对。当然也有多数是先把心先占好。对。占一个，然后再小跳。这个小跳，现在我看很多小跳呢也是，然后在这里他也碰，这个确实挺烦，所以呢他有这个的话呢，就黑棋就好意思再往上碰，碰到一般一沾这个角效率比较好。这个其实就不怕搬沾。就是白棋实这个下都是就是人工智能的第一选择了。这一步其实是第一选择。接下来这个其实下法还挺多的，我觉得就是可以，也不会差太多。比如说搬下面，打来一打这样的今天因为弄比较多，也就不说这个，就第一选择他粘上这个。单粘。对，然后什么黑棋藏这个。一打吃再挡住。这是他的选择，那这样的话呢，黑棋也实惠，对，就先也算是破坏了这个白棋这边这个阵势吧，所以说白棋是走了一个更偏于实地的下法，还是角吃，他打白吃，完了之后这一定要记住这是特别重要，一定要重炸，而且有可能为了牢靠的这个才从这那就不行了这样主要是上面被打一下。我们还是棋友们有的这个棋还是会的他有的时候还是这，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被打一下受不了黑棋一飞，对，然后再把这个吃掉。
那么这个变化，白棋就差太多。白棋走什么呢？大家一定要学一下，克就下滑，对，是下边，走这个，然后再粘，它一定要这个不能现在被你吃掉。那棋友问了，他说：这个子就吃不掉了吗？这个先打掉吧。可能我就会觉得活个角也挺大的。确实也不能下。然后呢，白棋这个拐棋先手。白棋接下来。就是走这个。跳好，是跳，要挑跳这个。要不就挡一个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下，但是呢，白棋因为跟这边配置不错。所以说呢，这个棋子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来看实战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因为你搬这个，黑棋只能搬这个，黑棋千万不去藏这个，这一被人一立，这个棋子就坏了。走得很。然后你拐的话呢，别人还不走，要拆过来，这三个子顿时就薄。这很重。对。所以说他一定要搬这个，那搬这个。白棋如果不愿意妥协的话呢，就是这样，打一吃，然后这个。那么黑棋其实应对也简单。这个地址大家看之后呢，我觉得至少在脑海里可以留一个印象。对。然后一挡，先生，一拆边。这个棋我觉得这个应势啊，跟场合有点关系。就是白棋呢是这样一个棋。黑棋这个选择是不错的，如果换一种，比如说白棋是个五角啊，或者是一个其他的棋形，那黑棋这个下就不一定平了。就是黑棋的方向价值取决于左上角形状。所以现在这样呢，当然是没有问题，其实是可以的。这个时候的冤家感觉有点奇特啊。对。我反正找我是没有的，要不就不走。现在大部分人都走，先这个。觉得这个左上角走完以后，这个尖是挺往下的一步。对，就完之后呢，才能够对这个三个子展开一定攻势吧。对。白棋很有意思，白棋交换了一下，然后点三三。然后点这个三三。这个是在棋手惯用的。就是不走，退这个地方方下的挺有意思啊。他没有走出一个常规的，他爬两下。对。爬的时候黑棋正常就是长，还是他也可以选择。他有飞这个，也有的。那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他走完之后搬这个，等于你飞的时候他顶，飞的是贴住。就是黑棋他是不选择搬的是吧？搬也可以啊，当然没有问题。搬的话就等于还原成长了。这个时候白棋顶了这个，对，看黑棋接下来想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觉得他想法呢，如果你走这个，这下，他的这个棋就远远好于这个，对，因为这来这个头跟头撞起来，他现在希望你这个地方是下棋的地方，希望你点三三，这样的话，他这两个后势是可以联系起来了，然后再把。这个头起来，那这个黑棋的活力非常的这个足，所以呢，白在这个时候他不走了，白棋走，这个角是一个，白棋这边往下走就是目的要成这样，黑棋如果冲过来，黑棋如果冲，对他打。到了，看走什么白棋就是一打吃啊，对，走这个还是一打吃。对，多半是这个吧。这样呢，他就让黑的这个后势的外势的威力啊，减弱了很多。对。所以说，黑棋实战走了一个不太常见的棋。黑棋是单吃。他吃这个。这个是场合的下法，通常情况下黑棋不太怎么下。对，毕竟这个被这么穿下去，等于是他冲时候，对，你去那个去了，被他直接冲下去，那总是差点意思啊。这个子，这本来这样的当然是还行了，
就这两个手机实在是差点意思啊，场合下滑，目的是为了抢到这个。这个我们很多在上看到的胜率啊，是基于七木板的天幕。那很多棋友看在网上看棋的时候提出了很多疑问啊，那么这盘棋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下，因为这比如学艺的 AI 啊，我还特地过这个他们的技术总监罗喜和啊，罗喜和跟我说是因为是七木板的判断，所以呢很多的胜率是不等。这个切六目吧，差了一目，这个差距非常大啊。可能对就很多棋友来说，说是一目还是什么，但是 AI 的这个一目就特别的厉害。有时候差一目可能是就到90%了。这种棋大家都要注意啊，这个翻针是怎么说叫兵家必争之要点。对啊，你可能说这棋我别的都不走啊，这个子也就要了，二路的翻针也要去抢，这个关系到打双方眼位，特别重要。翻针打着针，这个应该都是白棋的范畴之内。哎，过了，完了之后呢，争子是争不掉，但是呢是个引针。对，白棋马上就来前冲。要清楚，提掉。这一带的地形比较轻啊，白棋这个地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对，先挖一个，如果不上的话呢，以后你单拐过，被人一顶，我相信很多棋友下棋一定单拐过啊，以后被人一顶一单，这个棋啊马上就是一个极其危险孤棋，对，只要一往外面跑，就面临的在是这个铜墙铁壁上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几点啊，就比如说他跳一个长一个这样的，就是然后可以这么可以预见，就是这么一路刮过来，然后这块空全变成黑棋了。所以我们说围棋啊，下棋一定要有这个预判，当发现这个棋你是不能接受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在这里动兵了。而不是说我这个局吧，我先定向之后我再看，是不行的啊。这个是白棋，这个哇是好手段。我们看看啊，这个定型之后呢有什么不一样？要啊，白棋打吃。那么接下来黑棋要想白棋啊，他只能点啊，能点这个。点这白棋也不怕啊，白棋以后一边下注，这个挡也是先手，下面一个也总是有的。他现在就提这个了。这个棋一边打。一边比如说他可以点这个，他下法就跟刚才的完全一样了。所以职业棋对当中这样的局部是插不起的。好，定型这样，黑棋在下边直接动。对，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棋，这个招法也是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点进来，这已经如果这样形状，大家都考虑就是这样打，正常。当然没办法，因为他之前就有个子了，交代一下，所以他就不肯这样下这个。不过这也很有力啊。人工智能一推荐是，就是无论黑棋还是白棋都是走这样，他会觉得这右上角的价值比其他地方更大嘛？现在。这个确实特别大。这个力完了之后，但是呢，黑棋呢想在这边定型看。他的用心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想这样的，他两下，对，那他顶一个，他特别希望走这个，这个呢他就先顶，
回来。这个尖顶特别大，嗯，尖顶一粘，他走这个，他走完之后呢，他这个力啊也不大了。如果被白棋这么下了后，嗯，啊，这有个粘。升级，升级，2020古典会下级本会又会再次升级。我们主会长柳银路特批30款地柜、餐边柜、五斗柜、大床，现在到金约有送39,900，买酸沙8/6套，餐桌七件套，年前15名加送电视柜一套，39,900，买点电话红木衣柜送大床3件套，年前15名加送五斗柜一套，更惊喜39,900，买雪花梨沙发，餐桌再送奥马提拉台、新人椅、花架、帽架、小方等，每天15名到店。签约再送大床一套，选外人线只要39,900。他们是上海本土牌，工厂规模也很大，这里买也很放心。39,900买全家具，还送2套大床，真的太划算了。再次加码，活动期间六一主会场更是拿出56款沙发、餐桌、大床，是半元以下特价直销，数量有限，抓紧到地址：125号上海灯具城4楼。互的关怀，爱从来都不单向的，互相关怀的你们很赞哦。这断一个是先手啊，他这边有一个子头，嗯，那么这个力其实也不大了，立完之后完以后被人断是负担，对啊，他就想干脆就先走，先这边进行，这是这七手的这个思路，就这边这个下法，所以这边的停是什么样子的，嗯，我要围攻了，那当然我这力就随时是先手，嗯，他脑子里就认为我这随时是先手，所以我也不着急啊，但是 AI 呢就是。思维跟我们是不一样，他定型完了，他这边的下法也不一样。对，啊，二节锋相对，同一个，让你那么输。嗯。朴清桓的实战是很，现在网上词语叫很刚，啊，这个棋正常情况下，这个扳是眼见的一个要命的一个形。对。啊，那么当然了，他觉得这个扳粘有点不太情愿啊，但我很奇怪 ，AI 显示竟然不是虎的，嗯，白棋是粘，那我想如果他觉得白棋是粘的话，他应该可以考虑到这个啊，虎的话他是不是担心黑走这个？对，然后白棋你没办法，你打出去的话，那么他把你挣掉，嗯，当然是粘上了，嗯，这样他也蛮熟。比如说白棋什么拐一个就是这样，其实脚也很大，而且脚也不好，我觉得也偏可以考虑。所以有时候看这个人工智能推荐的图，其实我觉得还挺难理解的。是，需要讲解他就讲不出来，对，他就告诉我有这个图。对，所以呢，就是人类的思维，觉得脚太不肯，所以走这个。这段也是冒顶风险，我感觉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走这个，当然也可以显示出就是朴清桓的这个大局啊比较出色，他呢是做好这个准备的，就是我爬一个，那么从这个他换一下，完了之后呢他就弃子，其实收气收不过的，对。现在这样他就来了一个一扳粘啊，好，就放在这里啊，扳粘，然后他就一靠这个地方断着一下，味道差特别多，以后马上这个断要命，我觉得要
啊，所以他不就能补啊，只能补一个。那么他这边这个人是，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啊。刚才我们说白棋并没有说完全的回应，那也有可能说黑棋这一带有一些先手，或者说是白棋不敢这里定的太深。对啊，那么这样一来，比如黑棋还可以搬一下那种。以后是吧？铺的可能性啊，把它铺紧这样。对。这个地方，白黑棋是先手。嗯，那其实想象空间也挺大的。对，这非常立体的空。嗯。这个黑棋的构思吧，这 AI 是构思是这样的。嗯。它就是很整体。直接套上来。哦。不过实战黑棋是。实战黑棋爬呢，可以发现，就是你被你爬到一下，这棋不行，就是高手啊。我相信很多的棋友在这肯定是埋头棋，说哎，我看看能不能钓他。我一看能钓，那特别兴奋。对，啊，就是吃的还说什么呢？哎，是顶尖的棋手在思考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这个地方被你爬到一下，你便宜太多了，接受不了的。这点我觉得跟 AI 是不谋而合 ，AI 就觉得他应该靠一个。这个下就走到了。哎，我这个，这棋黑棋，我觉得也是存在的风险，它实战还是走着。对。嗯。然后，然后白棋这还没走。白棋这个他走了点方。这个也挺中的。这个时候我是有疑问的，就之前那个不是我认为没问题，那这个时候的小尖我觉得特有力啊，这块棋活。对，他是这边可以选手段。对，你走这个，你走这个最简单的，我就这个。哦，叫吃我来一个，你踢掉我就唬住。是没看出来可以有什么。对，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马上就结束了这棋。这次不一样，我飞到这里面吃了。对，那你再这么空，那就不一样了这棋。后来看了一下，是这个小尖啊。嗯。为什么没有小尖？感觉上他也是有点担心。就走掉吧。黑棋可能有个单断。单断如果也跳一个，跳了他就冲，他可能还得跳挤这个，挤下跳到这个，极其的复杂这棋，他冲这个，走这个，走这个，再把它粘上，走这个，他一长，这棋争子争不掉，争不掉你也不能走的，你只能粘上。这棋，对，然后他什么压一跳啊，这样，他这个地方气长，打掉了这下，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有五口气，实在不行，黑棋把这个封住，把这个封住，还有弃子的可能性，就是黑棋又成下一盘大棋，那么柯洁时候大家评估一下，就是说。一，首先这点对他如果被白棋杀掉了，那白棋直接起立。那么万一是把黑棋吃掉了，也不一定。对。啊，那么这个问题上他就要考虑了，我是不是要这么下？对。啊，或许大概基于这个问题吧，我相信柯洁一定是不会放过这个一个，有可能一棍子能打死对手的这个机会。对。毕竟这个农心杯是一小时的局，他也不敢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万一上周不行啊，这一点我们的胡耀宇不一样，他就特别舍得在上面时间，有的时候他花了半小时发现不行，他也没关系，这个半小时他也进去点这个，这个实际上还是降了的胜率。AI 还建议他，还是建议这样。
拐一个七七拐这个松龙口。嗯。一下子本来这个气氛这一接本来就马祖的气氛一下子大家就缓一下了。对。这小尖。嗯，这期这是白的，我作为白棋来说特别想要走着啊。嗯。因为这地方接下这两个子吃的特别不服。对。啊，那但是他该明显是担心这个这块棋攻击。嗯嗯。挑了这个靠过来还接还是难受。啊。白棋是这样，白棋尖了一下，这个还没有走，后背棋。补了回来。嗯，哎，其实这个小尖，我也不太理解啊，因为几乎是个纯粹木数，我觉得，当然是很大，嗯，当然是被黑小尖，他也很痛苦，但是毕竟是逆双子嘛，对，像这边的应该大一点啊，嗯，可见杰对这个对手还是比较了解的。嗯，就是这个木数不能给对方。这个力挺大的。力他觉得打就不太被人搬粘，他极不舒服。嗯。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也很。对，也是绝不是一般的大，我觉得。嗯。啊、他黑棋这个飞，是黑方。在本局的一个疑问，就这个局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疑点。我相信就是其实啊，在局完了之后看过 AI 之后呢，一定会对他的这个不管不是成长，因为朴槿惠已经成了非常壮大了啊，就是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有帮助的。嗯，他这时候呢还局限于说我怎么样才能把吃掉。嗯，啊，而他给出的答案呢就是一定要打那里。嗯，讲完这个之后，我加特别重要啊。对，哎，可能是单白棋这个抛出。对他现在这样走呢，这白棋一点，一飞克这个地方小好啊，这一飞，他要吃掉这个地方不够的，这个棋一定要正来为这一块棋，才可以。那么他走这。一场，然后白棋这一搬，他又发现骑虎难下，所以他强行的分段白棋，这个地方小王棋开始掌握中了，嗯，啊，就此进入了割节的步调，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可以稍微的快一看看一下最后的关键时候啊，飞了一个。对，把这里就非常简单的过活，嗯，这个来提掉，嗯，然后调这个时候可以白棋是保持着，即使六目也保持了一定的优势，嗯，对对。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始终没有认为这个棋他是就是有多大的优势，嗯，啊，感觉对的，嗯，他始终就是可能好。是对对对，并不是很多，嗯，所以他一直是处于一个拼搏的状态，嗯，以至于差一点出了棋，嗯，获得的胜负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一起去吃他了，嗯，也说是吃他，就是说来威胁他，想要搜刮一下这个棋。这个时候理论上来说呢，盘面五目左右，嗯，但是也是喜欢用贴六百，嗯，
要好个一目半。所以黑棋这个地方想尽量能刮到目半目啊，棋就有的下一点。嗯，柯洁是胆子非常大，他觉得这个子被冲掉之后，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活。其实他在补活，不是也是是可以收的。最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贪了这个。对，这个扳很有可能是招。对，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讲就到这里，谢谢收看，再见，再见。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